还好，就一般的那种运动鞋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全部就是被就外套脱掉，然后什么要被搜身。对啊。好了，谢谢你的分享。谢谢。对，拿回内力去还了哈。Thank you， 糖果你完蛋了。我完蛋了。接下来轮到少少了，他又会带来什么样超另类的出国体验？你有去旅游的经验在哪里？我去内地的新疆。哇，我没去过，应该蛮酷的。那边就很酷啊，就是我们那边水啊，就是我们不喜欢买，就是外面的就是矿泉水，然后也不会想要去煮水，就我们去喝那边的天山的泉水。天山泉水，武林小说才有，感觉会那个寿命增长。看一下照片，来。你在哪？你在哪？我在那个老师的头那个高贵之那个。对，因为我们去交流，就是舞蹈表演了。对，哇，酷哎！对啊，看下一张来。哇，骑马！骑马！对，这这边的马还比较好。我之前去，不是因为我有去，就是我去别的地方，然后有骑要骑马，然后跟那边就骗我们的钱呐，就是因为前面的人啊，才刚骑就骑完，他们是人民币2块钱，可他跟我们收人民币10元，就很差很多。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，那我不骑马，我跟你买马，就买回来啊，然后就没有骑了。那你觉得买比较好还是骑？你们觉得？应该骑吧，骑啊！因为我想说，那一次已经坐骑过啦，想说就这次就不骑，就又买的。嗯，这是你买回来战利品了。嗯，这是你的战利品。对啊。哦，还有下一张来看。哇，哪一个？隐藏在一个我们找不到的地方。哪一个是你啊？就嘴巴打开。哦，是你哦。对。下脚。嗯。惊讶的那个。去新疆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吗？就有去看干尸。沙漠那边。对，就天葬。哦。对，然后就说进去啊，然后就旁边就是有卖东西的，可是再进去一点就是可以去看，就是地下，它就是将那个尸体都埋在那个沙漠，再挖一个洞，然后就埋在那边。然后我们都有去看，去看，然后就都尸体都是那种骨头，然后可能有衣服，就觉得都很可怕。他们那边还有啊，之后来那种有那种他们有天葬会把尸体秃鹰把它吃掉，对，丢到那个有秃鹰的地方，他们把它吃掉。嗯，对，又好可怕，给他们把那遗超生什么，哎呦。那你还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吗？就想吃，想吃，秃鹰吃完，秃鹰吃完人肉之后，你有吃到什么好吃的？哦，好恶心！我们是有还有去，有吃过一个老先生的手臂，去蒙古包，有蒙古包。对，然后应该是草原呐，然后边很多羊，那是人家自己养的，然后我们都有去，他们想说要招待我们吃那边的好吃的东西，然后就现宰了一只羊就。就站在我们眼前，就把他杀了，然后就活的变死的，就对，对，就没跟他照相，然后转到还有他照相，你们照的吗？没有，是他火的时候，然后我跟他照相，然后照完他就把他杀，然后就就放我们眼前说就请我们吃，然后我们小朋友大家都在哭，大哭，很气。哎，真的有时候要面对这，你要先跟他讲说不要在你面前杀。他们觉得这样没有怎么样啊，而且他们想说我们不吃，他们自己吃，然后吃了我们大家就骂他们说你们干嘛吃它？就很可爱，就很可怜呐。对，所以这其实是蛮好的经验，因为新疆那边我也想去看一看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跳舞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因为需要，然后就在那边买了一顶帽子。哦，哎呀。这很代表新疆的，有代表性啊！你戴上去看看。你戴了？我戴吗？你戴了，对了。可是我有抓头发。没关系，关系啦。哎呀，好可爱！好可爱哦！跳一段，跳一段。为了避免造成严重的伤害，请观众朋友们闭上眼睛，并且默数3秒：1、2、3。好了。怎么了？谢谢。你会跳吗？你会跳新疆舞？有，可是有一点太久没跳，可以有一些试试看。来段。加油！
会嘛，哎呦。哇。是有，他那个感觉就是会跳，不过蛮好的，就是去交流舞蹈，那文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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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不错的。好的，谢谢你的分享，谢谢。接下来换汉娜，哇，汉娜好久不见了，哇，汉娜好多东西，哇，好多，哇，好多，好吃的。你最近跑哪去了？我去那个欧洲。也是欧洲，对。去欧洲干嘛？去找奶奶。哦，你奶奶对。他还好吗？他还不错。那爸爸有跟着去吗？爸爸没有，爸爸留在台湾。你跟奶奶熟吗？熟啊。就是从小就有。对，而且就是他为了要看 YouTube 黑社会，他去学笔电怎么用，为了看奶奶好可爱哦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先看第一张照片。哇。荷兰吗？乐高乐园。乐高乐园。嗯，就是在哪里？这是在丹麦。丹麦。哇！我的妈呀！而且你很生气的感觉。因为很热，而且都是乐高，然后姐姐就一直拍，一直拍，然后我想去玩那个云霄飞车那边。哦。小孩子嘛，好，这个感觉不错，乐高。小孩子去那一定是疯掉了。对。好，再来换下一个。嗯，哇，就是那个欧洲街，嗯，哇，哎，光在这边坐一个下午就多开心了，真的，喝个饮嘛，老板，两杯养乐多，小孩装大人，喝养乐多，好，再来，哇，到底是什么样惊人的旅程，竟让众人忍不住发出羡慕的声音，好，再来，哇。好壮的牛哦！是鹿，是鹿啊！哇，这个它是野生的吗？它是。它你不怕它冲撞你还是？不会，他们都已经习惯人了。哦，这些比较温驯。嗯，这个丹麦也有，就是我去喂养，他们都吃那种意大利面。真的假的？超好吃，超会吃坏肚子啊！而且就是他们人很胖，那个动物都超胖。就是我要喂它，然后就一直，然后我说我喂你应该不会这样吧，然后一扑到我就整个就倒了，太瘦，它太肥了，对，超胖的。你喜欢这种鹿吗？还好，它很现实，算是因为我们没有买饲料啊，然后我就抓一些石头假装是饲料，它就这样，然后就走。是你变的？你喂人家石头？你这个侮辱！我想害它，我想说它会过来，然后看我一下会怎么样？它应该也会看你，看它先看石头，它再看你。或者这酒桃嘞，对吧，大家？好会讲台语，台翻了有没有？侮辱谁啊你？为了吃石头，好，这些战利品是吧？就是我先去韩国找妈妈，对，哦，哇，不止去欧洲，对，然后有带这种吸带式泡菜，哇，又被他抢走，是什么？吸带式的泡菜。韩国每一餐一定要吃泡菜哦。嗯，我们有韩国教练啊，就是那郑光喜，然后他呢在家里那时候来台湾教球嘛，然后他在家里的浴缸哦，全部腌泡菜，他们都自己腌。然后我们去打球的时候，那韩国队的啊小球员，我们的前辈制非常重，小球员除了帮学长拿球鞋和背球之外，还要背泡菜。然后。就是因为妈妈住外国村啊，就是因为她是就外那边。